可，1999年7月1日出生于北京市，从小学习民族舞、钢琴、长笛和书法，并热爱舞台表演。2007年，林妙可出演了七首部都是《菊宽恕》，从而进入演艺圈。近日，林妙可与同学的合影照曝光，照片中的林妙可身穿粉蓝相间的格子衬衫，头发梳成一个马尾，唇红齿白，蹲在 C 位很是显眼，这身打扮也是很少女了。可没想到的是，林妙可给人的感觉就是长胖了，尤其是和身边的同学一对比，感觉林妙可的身材创硕了不少。都说自拍照不可信，林妙可昨天发的个人照中，明明就是小脸尖下巴，手臂细细的，很是少女啊。不过才一天时间，林妙可的真实身材就暴露了，不仅脸变大了，手臂也粗了不少。网友猜测可能是学校食堂的伙食太好了，林妙可没能控制住吃多了。对此有网友表示，虽然林妙可长胖了很可爱，但是作为明星也要控制好自己的体重，不应该放任自己变这么胖。网友纷纷在评论里喊话林妙可该减肥了。